我是董佳怡，您的快乐经济地产团队。那么我很开心跟大家介绍我的同事 Jacques Labelle， 超过28年的这个商业地产的经验。还有在我右手边是米黑尔·廖纳，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人缘而且有能力的一个地产经纪。三个人在一起以及其他的地产同事，我们绝对能够为您在蒙特利尔的这个投资还有商业还有住宅的这些房产的交易中起很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来说，在这个地产的市场上，要不然呢是这个魁北克的中介，要不然呢是中国人的中介，要不然是什么什么种族的中介。但是我们三个人呢，因为我们的个性非常的开朗，所以我们跟全世界的人都交了朋友，没有国界的。所以不管是您从哪里来的朋友，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帮您服务，而且我们具有第一手市场的消息，别人没有的我们可以拿得到。所以感谢你，如果想要做酒店或是 motels 或者是多房多户住宅这个投资的话呢，或者是想要做一些交易，请你们跟我